第56届金马奖呢日起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颁奖礼，今年是首次不设主持人，不过就加了大型旋转舞台，整体上都是绝不逊色的。今届中国国家电影局就宣布要同金马奖割席，所以中国电影没有报名金马奖，亦都没有艺人出席。至于赛果呢，获11个入围提名的《阳光普照》、横扫最佳男主角、男配角、最佳剧情长片等等五个大奖，成为今届的大赢家。而在香港一路上映无期的《返校》，亦都扫了最佳新导演、最佳改编剧本等等五个奖。卢律铭代表《返校》上台领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时候，就说想将《光明之日》这首歌送给所有在香港坚持理想的人，还引用电影里面的句子，希望大家知道这一切有几得来不易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切都可以阳光普照，获得台下无数的掌声。我就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香港可以快点上映啦。